系咯，讲翻下你而家 attend 咗几多个 workshop 啊？啲五个，OK。十六个。因为 last 嗰个冇嚟到。系，讲下你嘅体验系咩？我嘅體驗係覺得好真實同埋好赤裸，即我之前冇諗過會咁容易去敞開心扉嘅。其實，咁而家其實係有啲 unexpected 嘅，因為即咁當然你會知道，即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啦。咁但係都睇得出佢願唔願意同你分享，或者佢願意同你講幾多。咁但係我覺得，最令我 surprise 嘅係，原來好多人都真係願意去講。即我之前其實我好擔心，即點樣去即 break down 呢樣嘢啊，或者點樣去令到佢哋信任啊，令到佢願意講多啲啊。因為其實我哋見面就係嗰個好短嘅時間啫嘛。係啦，咁但係 so far 而家即進行咗5、6个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啊，原來比我想中都好好多。即至少係，佢會相信我哋咯，即佢會願意去分享佢嘅嘢。其實佢願意行入嚟參加呢個計劃，已經係一個抉擇嚟噶啦，係咪？雖然佢唔係好清楚我哋做乜嘢，係啊。但係我好強烈嘅感覺，每位媽媽走入嚟嘅時候，佢背後其實有一種動力嘅。如果佢唔會行入嚟，係咪？我谂呢种动力系好值得我哋即系去理解。你系咯，你点嘅感受？每一次妈妈行入嚟坐低，好似经历一种仪式咁样。其实我一个习惯系，我会喺每一个妈妈即入嚟之前，咁我会想象一下呢个会系一个咩人，即譬如我哋会轻轻知道佢嘅年龄嘅。即係年齡層啊，或者係佢做啲咩職業啊咁樣，咁我就會幻想啊，佢係一個即係咩身型嘅人咧？佢係一個佢會叫咩名咧？意思啊？唔緊要。即係佢會叫咩名咧？佢會大約幾高咧？佢會幾多小朋友咧？佢點解會上嚟呢個補習班房咧？即係我有好多好多啲咁嘅想像，然之後即係我會有一個即係小活動俾自己咯，即係好似話俾自己聽啊，其實每一次你諗完之後，其實個結果同你哋都係一樣，即係你總係會 surprise 到嘅。咁我就會有個期待，或者會有多啲想像 miss 學校嗰啲嘢，係咯，係啊，就係咁。OK， 咁嗰個想像到開始嘅時候，你點樣去擺自己一個咩嘅位置？當你去聆聽媽媽嘅故事嘅時候。其實一開始咧，我係會好努力咁樣去抄落嚟。我可以 show 一 show 我本簿，係啦。呢一個咧係即第即睇其實睇幾多嘢啦。呢個係第一個媽媽我寫嘅 notes， 即係咁多咯。咁然之後去到第二個媽媽係咁多咯，即係。咁跟住又去到第三個媽媽就係咁樣。即其實然之後可以再睇埋去到。呢就係去到第五個媽媽，係啦，即由一開始我會覺得啊，我好想即用筆記低多啲佢哋嘅嘢，或者我好想去知道多啲佢哋嘅故事。我驚自己唔記得咗嘅時候，我寫好多重點。咁但寫重點嘅時候，發現其實我 miss 咗好多佢哋當刻嘅一啲感受，或者佢哋當刻嘅情緒，因為嗰啲嘢我冇望住佢哋嘅，其實我係會 miss 咗。咁所以去到後尾，其實我就開始即係寫最 basic 嘅咯，即係譬如我名、年齡、職業、幾多個仔女，或者點解會想嚟呢度咁樣。咁但係當初我係會覺得啊，我要 make 好多 notes， 我要記得翻佢係邊一個人，我驚自己唔記得咗。咁但係最尾我發現咯，啊，每個人嘅故事都好特別，其實我唔會記得咯，即係我唔會撈亂咯，因為佢哋每個人講嘅嘢都係好唔同。但係嗰個重點，即係我哋亦都有錄影帶啦，係咪可以再聽翻睇翻？
個關鍵嘅唔係去記唔記得，而係話你點去 identify 故事裏邊中間嘅內容。你作為一個研究員，又或者按照你去嘗試研究嘅題目再出發。我覺得不可以將自己身為研究員這個身份分得太清楚了，即我經常都會覺得其實我不是研究的，即是我是參與的一個人，我是被他的故事影響的，其實我研究他的同時我都被他某些價值觀或者他某些家庭故事而令我有感受咯。所以譬如我很多即觀眾方面回應母親的時候，其實我都會即係直接話俾佢知，其實有啲嘢 touch 到我，或者啲嘢同我嘅故事有連結嘅。即係覺得我研究佢哋嘅同時，其實我都一路回帶翻自己嘅過去，或者佢哋每講呢樣嘢，我都會諗翻啊，我自己同母親啊，或者我自己嘅家庭啊，或者我自己嘅一啲價值觀上嘅諗法。即係其實我覺得不斷我自己都喺度 renew 緊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唔會當呢一個係一個研究員嘅身份，我覺得比較似一個同行者咯，因為我自己都有一啲嘢係改變緊。自己都有啲嘢係吸收緊咯。當然咧，我哋講緊話研究員嗰一件事，並唔係去研究啲媽媽咯，而係話透過媽媽嘅故事去重新研究一啲你哋自己想去研究嘅課題。嗰個係一個好唔同嘅切入面嚟，係咪啊？你頭先講到話同行嗰件事啊，咁你即係同五個媽媽同行咗一陣。而他們又願意真的打開自己的心門去分享了一些很內置的經驗，對你來說這個旅程令你想起些什麼？這個旅程我覺得是分幾個階段的，即我聽緊的時候呢，即最直接就是諗翻起啊，如果我是他，我會點點點啊，或者如果我的家庭誰啊 ，sorry 一陣先，唔好意思。如果我是他，我會點樣做啦？或者如果我要經歷呢件事的時候，其實我會唔會同佢嘅選擇一樣呢？即我會有很多如果俾自己咯，因為他的人生是我冇經歷過，都是無法想象。咁我無法代入佢，其實我想象咗，如果我係佢，我會點嘅時候，我覺得我會比較貼近啲佢嘅感受咯。咁或者我比較知道佢係啲咩人，即係譬如聽完啲故事，可能覺得嚇，如果我係咁樣，我唔會咁樣咯。或者如果我經歷呢啲嘢，我一定唔會咁樣咯。咁我就會問翻自己啊，咁其實即係呢一個媽媽佢係個點樣嘅人咧？即係點解佢面對呢件事嘅時候，佢會有呢個選擇咧？即係所以我覺得都會有呢一啲。事情去了解翻呢個媽媽到底係點嘅人，因為始終我哋同佢相處時間好短，我哋唔認識佢，我哋冇辦法同佢即係一齊經歷好多嘢，咁我就會有唔同嘅細節去追溯翻，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咯。頭先你呢個都有趣嘅。頭先你講緊如果嗰件事，當然佢有一個盲點啦。其實我哋係無法代入噶嘛，我哋只係用緊自己嘅經驗代入。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落差在這裡，是不是？所以當你說這個如果的時候，我們那種假設性背後可能要再豐富一點，對不對？還有我一直在記錄的時候，我會記情緒的比較多，即其實反而件事件，可能我不是很記得，或者我不是會寫得很清楚，但我會記住這個事件對於他來說有什麼情緒。即譬如例如媽媽由哪個位開始你會 feel 到他要深呼吸了，他開始會呃了，即因為他在想要說什麼，即想起什麼應該說，他開始不再去組織自己所有的東西，而他選擇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即我會很留意母親他們那一刻的情緒，或者是說到什麼位置就開始想哭了，或者什麼位置的時候經常都會笑著說的，所以有些開心的回憶來的，即 我都會想一直去跟他們一起經歷那個情緒，或者去了解到底什麼影響到他們。
对你嚟讲，情绪系一件咩事嚟？即系我讲情绪冇得压抑嘅嘢嚟噶嘛？即系我了解佢就唯有透过佢情绪，即系譬如佢把口话唔再食嘅，咁但系其实当佢讲到啲屋家庭说呢个位，佢就喊咯。即系譬如佢讲话啊，其实呢样嘢对佢嚟讲唔系好重要嘅，咁但系佢记得最多嘢嘅系呢件事咯。即系好多时就系咁，即系譬如你问佢近年居住嘅地方，佢可能不会记得很清楚，但反而你问他当初一个成长的地方，他讲到很多很多 details 的东西，而入面每一件物件都是有他的故事，他提起每一个钟、每一道门，为什么那个梳化要那么摆，即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有很多的故事在入面。你在聆听的同时，你怎么样去回望自己的成长？我覺得呢樣嘢可能對我嚟講容易啲，因為始終我而家即係我嘅年紀都唔係好大啦，即係我要追溯翻嘅嘢唔係好遠啦。即係譬如你叫我諗翻幾歲嘅時候，其實個記憶仲係新鮮噶嘛，即係個感受仲喺度噶嘛。即係我都會諗啊，如果我過多十幾二十年嘅時候，我再諗翻十幾歲嘅我到底係咩感受咧？即係我都會有呢個想像咯。因為始終而家我諗翻嘅數得，喂，都係唔係過咗好耐啫。即係譬如十年嘅嘢，我可能好多嘢都記得好清楚，個感受都好清楚，個心情都仲喺度嘅。咁但係我就諗翻，如果有一日我去到四十幾歲啦，我再回望翻十幾歲嘅時候，我記憶係咪仲咁清晰咧？即係我覺得呢個都會比較有趣。即係譬如好多時聽佢哋講，就好似講緊哇，好多年前啊，哇，好耐之前啊，哇，都未嫁之前嘅，即係佢哋成日都會有即係咁樣嘅分別去提醒自己而家嘅生活係點。咁但對於我嚟講，因為我仲係喺前半生嘅時間，咁所以我係即係呢個位係我冇辦法去理解到底佢哋想像嘅時候佢記憶有幾模糊咯。但喺個過程裏邊，你可能冇辦法理解，但係有冇聯想到你自己媽媽？都有，每一次都有，都唔止我媽媽，即係譬如我婆婆啊，同埋譬如我姨媽啊咁樣，因為我係姨媽湊大，即都會有好多母親角色嘅人，我會回想翻咯，或者我會諗啊，即係嗰陣時嘅呢件事，佢係咪咁樣嘅咧？即我都會有好多連結，會想尋找答案咯，因為即係譬如我婆婆啱啱上年過咗身嘅，咁其實我有好多嘢我都係講唔到，但係即譬如我婆婆都係一個好重男輕女嘅人。即譬如好多嘢我會想知道，咁但我已經冇辦法由佢心目中親口講個答案俾我知，咁我就會有啲媽媽嘅經歷去諗啊，我婆婆係咪咁樣嘅咧？當初其實佢係咪因為咁樣，所以佢要做呢個決定嘅咧？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嘅連結咯。但係當你有呢啲連結同埋去嘗試組織呢個拼圖嘅過程，有啲咩新嘅發現？又或者改写紧你恒常以前嘅某一种概念。我谂最大嘅改变系，我以前对妈妈呢个角色有好多既定嘅谂法嘅，即其实我都有好多 expectation， 或者我会觉得唔应该点点点，或者应该点点点。咁甚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我妈对我一个身为女儿嘅規範都會好多，你應該點點點，點解你唔係咁咁咁咁樣？咁但係當我聽到好多母親故事嘅時候，我就即開始嘗試去代入一個母親嘅角色咯。即如果我個女係咁，我會係點？即因為其實我唔會同我媽傾呢啲嘢噶嘛，我都冇辦法喺我媽口中聽到關於佢個女嘅嘢，即佢唔講噶嘛。咁但當我換一個角色去研究人哋嘅媽嘅時候，我就會諗啊，其實我媽係咪咁樣嘅咧？即係佢對住外人會唔會係咁樣嘅咧？即係譬如我會好期待，如果有一日我媽會嚟食工作坊嘅時候，佢會有個咩嘅表現咯？係，即係我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想像，因為始終呢樣嘢係好似好貼身咁樣，但其實係我永遠唔會掂嘅嘢咯。因為嗰樣嘢越近你嘅時候，你就會越難去揾一個角度去溝通，或者一個角度去做呢啲嘢咯。所以同時之間，你就假設住你同媽媽係冇辦法可能傾到呢啲嘢。係啊，我哋冇辦法可能傾到啲嘢，因為首先佢唔會講真話咯，即係譬如佢會輕輕大句話，或
或者佢會講啲好general 嘅感受啊，但佢唔會好似我聽講 Uniform 入邊嘅母親咁樣同我講咁多嘢。我仲記得上一次你即係拍媽媽嗰條片嘅時候，你媽媽好少抬高頭去望住你。係啊，佢唔中意俾鏡頭影到佢，佢一直以為影佢唔到，其實佢唔知係見到佢嘅樣嘅。係嘛？係啊。咁你有冇俾翻條片去睇啊？冇。如果你真係俾佢睇，佢會有咩反應咧？你估？佢話嚇，乜原來影到我？我以為你就影住我隻手。系佢发现自己欺骗咗，但系佢知道你拍嘢噶。佢知道，佢知道我系做咩，即系我同佢讲，我想同佢讲冇清楚方嘅嘢。系 ，OK。跟住往后咧，你有冇你点睇每一次工作坊完之前，咩完咗之后，你同妈妈尝试去 make contact 去回应，你点去睇翻每一次你自己？的行動和選擇我覺得那時候一開始就是一個困難的，因為我不是很習慣 去用文字和影像以外的人回應，即譬如我當刻的回應其實一定是行動啦，一定是一些當下大家一起參與的事，即這件事對我來說都有點赤裸的，即我一開始有些不習慣，不知道怎樣去做，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或者不知道怎樣做是最好的，即因為我都怕會牽動到他們的某些情緒，或者會說得太多我自己的事的時候，其實我不想變成一個好像安撫對方 的一個互動，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拿出來說的話是應該要去面對他，而不是就說不要緊的過了去就難了，即我會覺得這些說話很虛假，因為正正是他覺得重要他才會有記住，或者他才會放下的事情，即所以我在回應的時候我去到現在這個問題我都還揣摩緊，我覺得即我覺得每一次經歷都是即興的，即我都是好看當下我會接收到什麼，我想給什麼，咁呢日對我嚟講本身係好唔熟悉嘅一件事，所以我覺得自己都仲係一個揣摩緊嘅階段。但係都難得你都有膽識去試啲唔同嘅嘢。咁因為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哦，既然佢都講咗咁多佢嘅嘢，即係我仲有啲咩狂想咧？即係佢都願意講佢自己嘅秘密，咁我身為一個旁觀者，即係點解我仲要害怕去？回應他或者害怕去告訴他我的感受呢，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對等關係。是的，即我覺得要讓他知道我其實坐在旁邊那麼久是在做什麼咯，因為他都會 很 confused， 即是又有兩個人坐在旁邊又寫東西又看著我，我又不知道有誰又前面又有鏡頭，即 我覺得要令他們知道這個是一件什麼事咯，即係點解我哋要坐喺度？點解我哋唔可以翻屋企睇翻個 video 去發落線？即係點解我哋要喺現場？點解我哋要有回應？即係點解唔係佢講完就算？係啦，即係我會希望係有後續咯。即係甚至之後查罪啊，或者點樣都好，我都希望俾佢感覺唔係當下講完就哦，我聽咗個故事。其實啱啱我哋琴日即係經歷咗其中一組嘅茶聚啊，嗰個感覺其實都好唔一樣嘅，因為你唔係現場啦。透過個網站，但係每一個人喺自己個空間，猶如嗰啲媽媽好似你接觸過佢，但係好似忽然之間又好陌生咁樣。同埋媽媽本身自己係唔認識嘅，唔認識嘅。即係呢個對佢哋嚟講都係狂想。係。所以剛才你說即有一件事你回應你不是要安撫那件事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憑什麼呢，也不是專家，是不是？但是最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坦白去問，我聽了些什麼，還有我可以同時之間可以跟你分享些什麼，是不是？即作為一個對應的一個可能。在每一次 improvise 的過程，你怎樣下那個 decision？ 隨心。
OK。系，咁当然入边要，即系最紧要系要谂佢嘅感受啦，即系谂下佢如果即系听到呢个字或者接触到呢个字嘅时候，佢会点？即系呢个最紧要，即系其他嘢都系随心。嗯，我记得其中一次就系、是。我記得其中一次就是你圍住張台同媽咪一路問一個問題，一路問大家行咁。嗰次嘅有啲咩發現？要跟隨人哋步伐好難，尤其是你咁急添。係啊。嗰次其實係因為咧，我覺得嗰一位媽媽。你俾佢靜落嚟嘅時候咧，佢會諗得好清楚，諗得太清楚啦。跟住，所以我係想俾一啲嘢做，係令到佢分散注意力，令到佢唔可以諗得咁清楚。即係有少少，佢聽到個問題就要答，即係佢唔可以自己組織太多。因為我覺得做啲太多嘅時候，佢 skip 曬所有情緒嘅部分咯。即係佢就講件事件出嚟，但我覺得嗰入邊係有一個情緒嘅。咁所以我嗰次選擇嘅呢個回應就我希望佢可以撇除曬呢一啲有得思考嘅空間，可以直接聽到我嘅問題就回答到我咁樣。但係有時會唔會都係一個良好意願咧？我哋好多時候話，覺得如果媽媽咁樣就好啦，但係其實係冇依回事噶嘛。其實每一個媽媽都係當下作出一啲抉擇。是不是在同一个框架底下他都是对应着自己在场的方法，那那些其实都是很真实的距离的。嗯，都是的，但是即我不是要他去做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或者我想要的答案，而是那一刻我純粹聽完講啲嘢嘅時候，我覺得啊，即如果我而家有一個五分鐘嘅機會，我想即係俾佢經歷一下呢一個嘅感覺，即係純粹係一個咁樣嘅諗法，即我未去到諗到啊，我因為我想獲得啲咩答案，所以我安排呢一個回應嘅，即都冇咁，我都冇咁多時間去安排呢樣嘢。如果繼續延伸走下去，你會不會有一些什麼調整調節？你即是回應那方面還是？回應啊，又或者參與的聆聽的過程啊。我想我都繼續調整的了，即我不斷控制自己不要說那麼多東西了。即身為一個聆聽者，但我都還會很想說多些自己的東西，因為我會覺得既然他講了他的事，他不知道我是誰，那我也想講一些我的故事，去令到他知道，哦，原來這個人是這樣的。因為我沒辦法由我五分鐘的回應給他知道我是什麼人，所以我就會希望講一些關於我成長什麼辦好，我家庭背景有好的東西，令到他清晰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因為我經常都會覺得他們會覺得很奇怪的事，因為我不是母親，就是我沒有經歷過做母親，可能跟其他研究員我不一樣，即甚至是很多媽媽來到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我和他們的女兒或者他們的兒子是差不多年齡的嘛。所以 我對這件事是挺有威壓的，即因為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說，這個身份應該都是有些獨特的，即他們如果整班母親這樣，當然他們會很多關於母親的想分享，但是有一個他們會覺得和他們的子女同年的人在這裡，即他們會是怎樣的，即這個我都是不斷揣摩自己應該用一個怎樣的角色去跟媽媽一起進行的工作坊。那研究問題呢，你覺得會不會再調節？研究問題啊，不斷調節的，其實即不斷每一個母親的方都有一個新的研究問題彈了出來了，是嗎？那你覺得現在調節到什麼階段，那個問題變成是一個什麼問題？哇，很複雜喔，現在調節的階段就是我想我最近這件事工作坊，我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每一個母親是怎樣成為一個母親，
即係譬如有一啲分享就會話，即係去到生咗出嚟啦，即係要照顧起居飲食啦，突然間發現哇，原來好大壓力，或者原來呢一個角色係一件咁樣嘅事，就或者可能啲人係即係我話少啲母親分享喺十月懷胎嘅時候嘅感受。即係有啲母親就會覺得啊，十月懷胎嘅時候，我開始感受到自己係一個媽媽啦。咁但可能佢都想象唔到，其實往後嘅生活係點樣，因為呢個人只要你生咗出嚟之後，佢就一直喺度噶啦嘛。即係你個母親嘅角色就係一路延續到佢你離開呢個世上為止噶啦嘛。即係我哋會好有興趣，就佢哋幾時開始 aware 原來我要做一個母親啦？即係突然間一定有一個母親嘅壓力就係、是、哇，原來我要去照顧一個人啦。原來我唔再係人哋個女啦，即係佢哋好多時候咁樣講咯，即係佢哋好多時候以前做人哋個女嘅時候係點樣？咁其實我就覺得，咁你而家都係做緊人哋個女噶嘛，即係你雖然係人哋母親咧，咁但係你依然有女兒嘅身份。咁但係佢哋開始完全會忘記咗呢件事咯，即係佢哋就會重點就係、是、啊，而家我係個媽媽啦，我唔再係人哋個女啦，即係好似有一個突然間要踏一個 step， 就係我已經唔再係咁樣。咁我會好想知道到底幾時或者咩事件開始佢哋會有呢一個諗法咯？你自己咧，即係作為一個女性，你係 build in 咗有呢個能力係咪、去生育噶嘛？你又點去睇呢個問題？因為我其實從來都冇諗住要即係結婚生小朋友嘅，即係我都係幾決絕，我唔會生小朋友嘅。咁所以我有想象過的，咁我會覺得呢件事係件好麻煩嘅事啦，即或者會係一件好難聽到嘅事，即譬如想象下第一次餵奶，即第一次 feel 到原來一個嬰兒係要由你給予嘅營養去成長嘅，即佢所有嘢就你俾咩佢接受啲乜嘢噶啦，即佢由你撫養成人嘅，佢係會成為咗下一個你嘅，即我會覺得好大壓力。是即是 我其實不是很想像到的。為什麼一定是下一個你呢？ 他其實是獨立個體來的嘛，都是。是的，但問題是他成長之前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來自於你的，即他接受外界的就是因為你，所以你扔給他的一定是自己的東西的。所以我覺得無可避免就是他一定會有一些 moment 是成為了你的部分，即係大個，佢有自己嘅諗法，佢有自己嘅圈子，有自己嘅世界。咁但係嗰個之前，佢依然都係你咯。呢樣嘢可能你都可以透過啲媽媽同我哋傾下呢個問題，都可以。其實我覺得有好多個問題，或者有好多人物關係都可以繼續 stand 落去。即係譬如。可能對於母親嚟講，曾經缺席過嘅爸爸，或者曾經缺席過嘅母親，即係去到當佢成為一個母親嘅時候，佢點樣去回應翻呢件事咧？即係譬如佢有啲人會講話啊，佢以前媽咪係點點點點點，所以佢哋唔會係咁樣嘅。就我會覺得每一個故事都一定係有啲牽連，甚至嗰樣嘢係要追溯翻到佢哋自己嘅爸爸媽媽身上。咁透過你個 partner Collie， 你又睇到啲乜嘢？我覺得我 Collie 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嘅回應好少講嘢，即係佢回應係用身體去回應。咁但係呢件事對我嚟講係我最擅長嘅嘢嚟嘅，係咯。咁我諗最大嘅分別係對於媽媽嚟講，呢兩個回應係啲咩事？即係譬如有時 Collie 嘅嘢做先嘅，或者我嘅嘢做先嘅，或者啲咩唔同嘅，即係我都會留意呢一啲嘢。即係好多時係如果 Collie 嘅 work 做先嘅話，其實媽媽係比較放鬆嘅，因為佢好似打開咗一道門去繼續同你行落去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啲時候係我嘅嘢做先咧，反而可能佢哋嘅情緒係會即係能夠牽動一啲咯。因為他們會繼續好像延伸了剛才討論的話題下去，他們會繼續說這關自家庭的事，所以我會覺得我和 Collie 的 work 都很不同，因為大家完全表現的方式都不一樣，即我是通常言語去說的，他通常身體去說的。好啊，期待跟著下一個階段，就是你們兩個看看開始怎麼磨合。
下一次的訪問就兩個一起。咁我都好嘅想回應嘅，咁但係即係可能你不斷講嘅時候，我就會不斷即係記唔到咁多啦。咁我都會不斷由我一路聽你嗰個故事引起諗起，我覺得相連，我同你相連嘅嘢咁樣咯。咁但係我唔同嘅係你中間可以問我問題嘅，即係我都會一路話你一路講嘅，我都回應，我都一路答咁，我哋有 conversation 咁樣。咁我呢一個會由家庭。我都會有少少即係 family tree 咁樣嘅，咁我都有少少我住嘅環境咁樣啦，因為我都兩年先有關聯嘅。咁好啦，好咁你 OK 嘛 ？OK， 好。咁咧，我咧其實就最近搬出嚟住啦。咁但係咧，我搬出嚟住之前咧，其實我就只係住嗰個地方嘅啫。唔計嗰啲即係間中暑假去即係親戚屋企嗰啲咁。咁咧，我咧就住喺一個黃大仙嘅公屋啦。咁咧就同我嘅，依家係門口。咁咧就同我嘅媽媽啦，跟住我嘅 stepfather 啦，跟住以前咧係同我舅公一齊住嘅。咁我婆婆其實都係呢間屋有名嘅，咁但係咧佢就因為有太多仔女啦，太中意黐啊呢個黐啊嗰個，太多選擇啦。咁所以我哋間屋太細，佢就冇留喺同我一齊住。咁但係我哋關係都好好嘅，佢都成日嚟探舅公。咁因為舅公即係佢即係親哥哥啦。咁咧以前咧喺屋企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好唔自在嘅，因為咧我係同爸爸媽媽間房啦。然之後咧，我哋係一個子母牀。咁咧我就瞓拉出嚟嗰個。咁咧舅公咧就自己隔離間房。咁舅公咧，其實咧，佢喺鄉下番禺啊嗰邊咧，係有自己家室，有好多仔女嘅。但佢就唔中意翻去，咁佢偶爾即係自己翻去啦，咁佢就唔會長stay，咁佢 keep 住呢度都係佢嘅地方。佢成日都帶唔同嘅朋友上嚟嘅。試過咧係有一個月咧，帶咗五六個唔同嘅女性朋友上嚟過夜。咁嗰時我就覺得啊，我唔係好中意屋企有咁多外人。咁每次咧，佢帶人上嚟嘅時候咧，佢就可能係啲鄉下過嚟嘅朋友啊，探佢啲人啦、啊。咁佢就養張牀俾人嚟瞓，咁佢就瞓隔離開個帆布牀，係即係個鐵架接得唔平啲。喺我細個啲嘅時候咧，我好中意入去同佢傾偈嘅。咁咧，但係咧，我媽咪好唔中意，一嚟就係佢會喺間房食煙啦。咁食煙之餘咧，有一次仲要佢因為食煙而燒著咗自己嘅窗簾啦。咁自此之後咧，我屋企 keep 住有個滅火筒喺度嘅。咁我媽就覺得佢入邊成日煲煙啊，覺得我鼻敏感唔好入去啊咁。但其實我好中意同舅公有傾偈，因為我覺得佢好叻嘅，即係我覺得好似成日問佢咩都識嘅，隻錶壞咗識幫我整咁樣。你可以有嘢想講，你可以叫住咁。咁咧。呢度就拖嚟啦。我屋企所有家務都係我 stepfather 做嘅。我媽係處於一個唔需要做任何嘢嘅狀態。咁我哋成日，我成日都覺得咧，我 stepfather 前世欠咗我哋。咁因為咧，佢咧今世嚟咧係俾我哋討債。咁其實咧，我舅公喺我上中三咗就過身啦。在他未過身之前，我成日都想諗，幾時有自己間房啊咁樣。咁但係終於咧，佢因為有一啲小毛病啦，咁就去老人院住啦。咁佢都唔想翻鄉下，咁然之後冇耐佢就過咗身。咁所以咧，佢過身之後咧，呢間房成我間房啦。咁我哋開始有自己嘅地方啦。咁但係我覺得因為咁樣，我同爸爸媽媽嘅關係疏遠咗嘅。因為即係翻到嚟就會即係閂埋房門啊，就會做自己嘅嘢啊咁樣。好。家庭算啦，仲有咩聽到啦？咁我咧，呢個係我啦，然之後咧，呢個係我媽媽啦。我媽媽36歲嘅時候生我嘅，咁佢本身同我嘅親生爸爸咧係中學同學嘅關係啦。咁但係佢哋係若干年之後突然間喺街頭撞到，然之後再傾翻偈，咁就好快一齊咗，就結咗婚啦。咁結咗婚嘅時候咧，其實我咧。就移民咗個，我哋就一家三口移民咗加拿大啦。咁喺加拿大嘅時候覺得都幾好啊，即係諗住移民去咁送別我哋嘅時候，即係所有啲姨媽姑姐啊、婆婆啲全都喊曬，好似即係以後都見我唔到咁樣噶啦。咁但係咧，去咗半年之後咧，就發現
原來我爸咦咁急於想我哋移民咧，係因為佢香港有另一個女人。嗯。咁我媽知道咗之後啦，就決定誒即刻離婚啦，而且就翻咗香港啦。嗯。咁佢哋就拜。嗯。咁誒、我反而細個嘅時候咧，我冇諗過阿爸係唔中意我啊，或者點解佢唔要我哋，我冇咁樣諗過嘅。嗯。我唯一就覺得我好憎佢，我唔想見到佢，即、我亦都尊重佢決定。咁我覺得你唔好再打擾我哋啦。嗯。咁撫養權就基本上都冇判過啦，就已經直接交俾我媽啦。咁但係咧，其實我爸係完全冇俾咗赡养费嘅，咁、我媽都冇追佢，因為我媽覺得你既然覺得你自己唔需要負責任，咁我都唔想同你有冇交涉啦。嗯。咁咧，我嘅 stepfather 咧係一個好好嘅人啦，咁佢照顧曬係所有嘢都飲食啦。咁佢哋係朋友搭朋友認識嘅啫，咁其實咧佢都當我親生女一樣啦。佢哋之後冇再生一個小朋友嘅。咁咧，我媽咪咧係婆婆啦，婆婆咧同我的關係咧好若即若離嘅，因為我哋冇一齊生活過啦，同埋咧。我和我婆婆的性格是在水火不容的，就是我們兩個一樣的，都是很急躁啦，做事很快手啦，要然後就有我講沒人講啦，要人家跟自己一套啦，咁所以我們兩個一起咧，成日都有啲即係小鬧交咁樣。咁但是我們關係都好嘅，都成日要去飲茶，又去吃飯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咧喺兩三年之前咧，就因為覺得啲唔舒服啦，咁樣就去醫院睇啦。咁喺留院一晚嘅時候咧，就中風，醫永遠冇發現。於是之後咧，佢就由一夜之間變難啦，就得咧，佢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啦，失去語言能力啦，就好似任何嘢都做唔到，瞓咗喺度。咁其實我都花咗好多時間去接受呢件事嘅，因為喺佢入院前一日，其實佢仲打電話約我飲茶慶祝我生日嘅。咁佢都喺上年過咗身啦，咁我哋都覺得對佢哋講係解脱。咁公公咧，我未出世之前已經死咗啦，所以我對佢冇乜認識。咁但我哋知佢係好惡嘅人，同埋我後屘先知咧，原來佢係洪拳嘅後人，即係林世榮嘅後人嚟嘅。咁所以咧，佢曾經試過因為咧嬲得就打自己仔女，就打到就仔女斷骨。咁但屋企人係得好少人知道，原來佢識功夫嘅啫。咁咧，我 stepfather 咧，即係爺爺嫲嫲啦。我以前咧，佢哋未結婚之前，我唔係叫爺爺嫲嫲，我都係叫公公婆婆嘅。咁但係結咗婚之後，我就因為佢哋好遲啦，十八歲先結婚。咁但其實我一歲嘅時候 stepfather 已經出現噶啦。咁然之後咧，我會覺得咧，我同我嫲嫲嘅關係係最 close 嘅，其實係 close 過我同我婆婆關係。咁一嚟就佢非常之開通啦，即係佢唔介意已婚嘅女人啦，仲帶住一個小朋友啦，而且佢好錫我啦。咁同埋就加上佢係好願意去理解所有嘢嘅，即係包括可能我做電影啊，我出面做啲乜嘢啊咁樣。咁公公咧都係一個都比較友善嘅，即係佢唔係啲大男人嘅人嚟嘅，咁佢對好多方面都好包容啦，咁甚至成日都會即係有講有笑話咁樣，冇乜啲好惡嘅形象嘅。咁依家就係好簡單嘅關係圖啦，我就畫住最明先啦。好啦。